一遍圣书的完成需要真侪人来斗三工。咱即届吼来到咱琉球来参加今年的这个琉球影王，尤其受到咱小琉球票粉丝观音妈母啊后壁来甲阮来斗保庇，而且咱三龙宫三富千岁、五富千岁，嘛互咱节目组所有的人真大真大的安慰甲帮助，非常感谢。那无只在地众神仙安尼默默的相助，咱足侪任务嘛，唔知要安怎来甲完成。尤其这次咧，也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新鲜发走尊公司，伫咧咱这边实际的拍摄过程中，给予很大力的实质的帮助。这边咧，互咱咧规个团队第一次伫咧新抽正考琉球影王期间，会当深入小琉球，了解属于小琉球的影王文化。这是吼，咱所有人拢感觉真感谢的一点。但是咧，咱这边到底伫小琉球顶馆感受到偌济咱小琉球的热情，啊，佮咱特殊的琉球影王文化咧。当初吼，要做这只工程的时阵，咱是上起头是甲龙德有靠头上的迄个契约啦。啊，毋过因为伊就是国建国造，啊，加这个蓝白，吼是地书这个流行文。伊无法当甲因斗下手，我每一工拢会去透早拢头五点，我会去甲先甲观音妈母讲，吼观音妈，你叫我来旅行公司，吼管理工作，啊，就因为讲，吼这个工程延宕着无法当，吼你爱我智慧加迄个勇敢，啊，我就一直先连续六工甲先，甲这个第七工。凌晨差不多4:32，观音妈母啊，迄个天文师观音妈母啊，迄个发灵感来甲我讲，亲身来甲我讲，迄个感受，哦，伊甲我讲哦，红地主、红基顺地主，你爱去行什么路，爱安怎安怎，一直甲我报到新生活做尊称，讲叫我爱去找老邓，哦，甲黄英明迄个总经理，这个过程哦，咱有通想到讲。为无教有，新生活阁甲因斗下手，11个月来把这船啊完成。伊新船伫新生活高雄驶转来琉球，我看伊入来，即个咱琉台福渔港，迄个感受真正是感动到要流目屎。阮新生活做船厂到即摆已经算起超过50年，超过50年，是哈是阮老爸的手吼，伊安开始做起来。其实阮五家本来就是，在祖先就是有讨海。阮阿公的时代，伊嘛是家己有造船，就是讲伊家己买，迄时代家己买船舵，吼，啊，甲敲师傅，啊，做操船。啊，阮是做几只阿鲁米，这也是阮公司呢，他剩头一艘全铝合金的高速客船，这个速度也比我当初做的那艘客船快得快，速度将近快一倍。哦，那这个在运输上，在尤其是对，因为这艘流星轮是琉球乡公所的这个工船主要载的就是乡亲，哦，有上下客的、上下班的，哦，那紧急状况呢，比如说有需要后送的，哦，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工船出来运作，所以我们有这机会当帮琉球乡亲的这几台流星轮呢，把刚刚进供应。我特别准备的是讲，一定要搞乡亲。不管换外换，像今仔日这个时间6:45已经起满，所以等等下嘛是搁爱加班加，所有的乡亲载完回来琉球，明仔载要运工卡，甚至明仔载要请水，我最后一班嘛是到9点，9点到时刚刚是搁有人，我嘛是一定爱加班加乡亲载完为止。这届这只新船，伊11个月，这真正是造船界的一个奇迹啊！伊规个基丁区嘛，讲是一个奇迹。12个月，我当把只船啊完成，咱嘛足感谢新生活，这个造船厂，吼，伊拢用两帮人咧加班，一帮是日时做，一帮是暝时做，啊，佮同心迄个阿努米工厂，大家拢足相挺啊。到一天，就是观音妈母啊去搞托梦，讲安地主，你即马海无退啊！你绝对一定爱来个流行公司，当初恁发起，你就是有责任，佮家己建立无好势，所以我才佮答应讲啊，陈乡长讲好，我来甲工程甲你做管理。这个是心理历程嘛，是拢观音妈母啊，
甲地煞尾上王庙，上王公啊，我是个客囝，伊嘛甲我讲，来甲我讲，皇帝主你一定爱甲这个公船顾好，这就是琉球人对外道路，你一定爱甲顾好。所以这只流行轮为无教有，我自头自命参悟。这船啊，若是做啊无好，我嘛甲因讲，琉球乡亲来骂我，我拢承受。若是做啊好，我是做一件好代志，回馈地方的乡亲。因为咱琉球最高学府是甲国中，咱高中淡水甲竹围，咱阮透早七点就是要载学生啊上下课，七点才去，四点四十几个接下课接回来。啊，佮甚至拜五大学生、高中生，咱就是爱互伊回乡回来食中啊烧烧。因为拜五七点的，我拢爱行七点的，再无我嘛是加班，一定甲所有的学子吼、哦，要互伊安心回来厝的，含爸爸妈妈吼食一顿啊暗顿啊。小琉球三年是迎龙祭典，我们当年的一月十号会排设香案。香案然后经过三天以后，会请示王爷要迎王去迎王的日期。进茶，进茶，上茶，进两个，进什么了？进支援车。小琉球人对于小琉球迎王，他的一个热忱程度呢，甚至超过于任何一个重要节日。即令你已经搬离小琉球好几代了，那么还是会回来参与哦这个三年一次的迎王平安祭典。小琉球的渔民最远洋的作业到达印度洋，比如说摩里西斯，比如说南非好望角。甚至太平洋南部的斐济岛、萨摩亚，乃至于要横越太平洋的加勒比海，这些作业的船只遇到了迎王，除非有特殊情况，不然他们一定会回来参与，要不提前开船回来，或者将船停止作业，然后坐飞机回来参与。在好几代前就移民了南方澳。然后呢，平常时候也不怎么回来，甚至什么过年啦、清明啦，很少回来，几乎没有回来了。但是遇到三年一次的迎王祭典，只要知道迎王的日期确定，他们就马上订民宿，然后回来参与。散播在五大洋的渔民，或者是说已经移民的这些外地的乡亲，都回来。迎王平安祭典日期一确立，他们就会马上。订民宿要回来参与，那是可能他的曾祖父、祖父一路就这么传承下来，所以他们一样回来参与。他们尽管已经不在小琉球生活了，亲人也不在了，他们一样回来。曾经有一次，我们那个日期定下来，有一位妇女给我讲，她经过十分钟以后。他的先生在大西洋工作，在船上，他打无线电话去给他，他说你要给我讲迎王的日期，我已经知道前五分钟就知道了。所以你看，在我们小琉球人的心目中，五分钟就把我们小琉球迎王的日期五分钟全部全世界。我举了一下，好、哦。在我们的教班里面，你可以看到抬着神轿的可能是校长，是博士，是各行各业，甚至学校也停止上课来参与，那这些校长本身也都参与，各学校的校长也都是教班，所谓的
王爷庙的这些大千岁、二千岁、三千岁、四千岁、五千岁，中军府先锋，我就温婉等等这些的教班，早就分布在各角头。譬如说，大寮、大湖村就负责先锋，文王爷。那天台呢，南湖村呢就负责二千岁，啊，天湖村就三千岁，中湖村就四千岁。那么上湖村呢，啊，这边可能就这个五千岁，三湖村就中军府。那个本湖村跟鱼湖村这边可能就大千岁。这些就是家家户户在早期就确立由他们要由他们的子弟出来担任教班，而且这是一路传承的哦，这不会变更的，是传承有序。这个阿祖、阿公、阿老伯、仔孙，就是固定的了。那还有每个角头都有他的公庙，譬如说土地公。那这些土地公呢，也是这个角头的人去负责当教班，这个也是要遗传传承的，也是阿公、阿爸、仔孙安的传。只要你有那份诚心，神明的包容，几乎都可以让每一个乡民来参与，所以也就不用再去这个受这个男女之分的一个叫禁制。那所以也就是不会再像以前的礼制那样，非常的在意这些典礼，男的能参与，女的不能参与。哦，不过啦，像这个大总理倒是还没有出过女的大总理啦。最早期，小琉球是东港迎往七角头之一，有时候遇到风浪大，要过去参加不能过去，那真的很不方便，也有一个地理上的限制跟天然气候上的一个限制。那所以呢，在民国23年的，就1934年就独立出来办迎王，一直到民国74年小琉球第一次有王船然后到中澳沙滩请王，就在1985年的时候才确立了现在的这个模式。这个代天巡狩的大千岁有都是由水面来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这些千岁他本身怎么来的，到底是哪个来的，怎么知道，就借由请王的仪式，然后呢来确认来了解他。大总理他会知道，而且有以密函封缄这个大千岁的姓氏。那么再由一开始由四角头的土地公轮流上台去猜这个请这个大千岁的一个姓氏。那如果都没有呢，那么就会由所有的执事人员去跪求大千岁早点降临。那这时候就由所有参与的庙宇上去呢来请这个大千岁的早点降临。是原则上这样子。那原则上呢，谁有办法真的是确立了这个来这个驾临的这个大千岁的一个姓氏，那跟密函拆开来核对之后，就确认了大千岁的一个到来。那原则上这是一个小琉球的一个模式这样子。在请王的时候，原则上家家户户会搭糯米袜，用天拿搭的糯米袜，就是一些贡品嘛。下去靠军，那这个靠军呢，事实上呢，当天哦，有两大重点，一大重点事实上在我们的王爷庙的旗关下那边有一部分，那一部分呢，大部分你们所看到的沙滩上那些，就你所指的这些靠军，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大千岁还没有上来，大千岁要驾临了，大家都非常的严肃。那这些呢，我们可以称说这些这个水里的这些我们说好兄弟也好，或者是神兵也好，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就犹如我们的联合警卫，总统要到之前会有联合警卫。那所以我们
用这些土江公民化，用这贡品去跟他靠军，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千岁一到，一定会有千军万马，中军府，然后呢，跟随大千岁来的中军府就会迅速的来到我们的旗关这里，旗杆这里，那这边的贡品就是靠军，就是靠赏这些大千岁带过来的兵马。至于沙滩这一部分，是靠赏这些所谓的好兄弟啊，这些水神之类的。啊，希望一切能够整个典礼能够顺利，然后能够顺利让大千岁啊，然后早日驾临这样子。他这样生活的方式跟现在不一样哈，一个王爷去到对一个所在，拢一定有一堆兵马啊，一挂遐的拢随到嘛。啊，你大遐无像即阵，我们现在台湾这么繁荣，这么迄落，有电信啊，有点心，有夜市啊，有遐物只遐无嘛。啊，所以到遐，你也到官爷，啊官爷来准备遐的好人食。啊，所以有官家关系，正较早延续出来。啊，所以阮琉球人就是按延续加这个，吼、哦，大天孙秀五湖千岁来到阮琉球，啊，琉球跩桥建桥板吼，啊，大家来个拥护来到迄、那、落、個，啊，所以跩到对一角头，对一角头的迄个百姓，吼、哦，就准备以心肝来上介好食，啊，上介意食的就拢传开，互跩桥板来分享啊。所以叫做有官吃官，有富吃富。咱在庙会参与遐济所在，饭蛋饭汤吃到遐济，我头一届坐咧传书礼书来甲王林遐来吃。阮琉球两间公庙就是碧云寺跟三龙宫是同一个管理委员会哦。啊，因为迄个就是离阮琉球这是最高的一个庙宇哈。啊，所以用这点的由三明宫来主办哈、哦。清朝乾隆年间哦，是一个陈明山从福建为福建遐提一个香火过来，啊，香火过来，伊内底是三个就是包括帝王、啊五王、诸王安尼。啊，较早曾金新是一个名，所以叫做帝王三千岁。啊，来到民国七十几年的时阵吼。加庙扩建的时阵吼，加有三尊的金身，就是帝王、五王、诸王安尼吼。因为这是阮琉球的信仰中心，所以阮庙王的方式就是以这三明宫来做主办，啊四角头的土地公来合办安尼。迄阵时观音佛祖，阮遮拢叫观音妈。就是阮琉球的村的母亲三明宫王爷，就等于阮这的父亲安尼相共。啊，拄到什么代志，拢会走客运寺，啊，无就三明宫来请示王爷，请示观音妈来抽签，还是破杯。对这两间迄个寺庙建敬仰，就是有什么代志，啊，拢作灵的。祭奠的时阵吼，所有的大桥，啊，伊的桥板去到客运寺。全部桥板拢爱做爱参拜，我们小琉球像一个太极，啊，刚好那个碧云寺坐在乾，啊，那个三龙宫坐在坤，所以乾坤，哎，坐在乾坤。以易经来讲，乾为父，啊，那个坤为母，就是像我们琉球人的父母亲，所以有什么事情就去找这两间庙宇来解决，这样。所有准备拢准备来啊！王贝、王林、摄影、摄旗，今天老弟时间。奉懿旨下来巡视，代天巡守大千岁，他有一个岁印，岁印在这只王马上面。啊，王马上面的时候有宋江定在保护，因为一个当官的如果印掉了，等于就是你的职位就掉了，这样一样，哎。这个水印是很重要的。哇，今麦要点牛草，牛草是西瓜，这份是的用牛手刮，用咱的黄米敬拜，冰黄米啉水。
饱喝水水。中港卡，阮这历史有啊足久啊吼。以迄个阮三龙宫王爷为主吼，啊，搁佩云寺关佛祖吼，即即两就是阮琉球的父母亲安尼吼。啊，为着要接迄个大殿顺序五千岁来搞，啊，就先去顺顺看看，村里有块啊，有一挂较无好势吼，啊，伊就去甲修修啊，安抚一下。啊，准备接迄个大殿顺序五千岁来老殿安尼。辛苦，耶！小琉球这几年呢发展观光，啊，游客特别多，但是尤其有一些年轻人不信邪，晚上会跑到白灯塔那边去。啊，那边去有时候会触犯有一些阴影，曾经有十几位晚上可能九点到十点了，啊，去到那边回到民宿就身体不舒服，就不舒服就会跑到我们三龙宫红牙面前来，啊，就给他处理就好了，来游回去，啊，所以地方的百姓就特别恳切的要求，这一到三年一次，啊，请王爷啊，还有殡仪社的管妈，哎，利用这个云龙祭典的时候去那边巡视一下。大中接我的啦，你接袂？伊教我来，有那个大中医，我大中医啦。啊，真正啊，如果你听，只脚前头一刻都袂行啦，就各样袂行。啊，到我坐，就拢袂摆。啊，到即刻算个点都会行。啊，你阿孙啦，我爸就是做好个啦。孙啦，家庭拢做好个啦。一拜拜都第三拜啦，我无坐着个小个啦。啊！我牛球这样拔一拔了，无人敢拔啊！我做连拔三颗，二十几当做这三颗啦。啊，我阿公阿了，爱买，无我坐阿了，无我就老啊，无我大啊。从开国以来，牛球家大总理食菜无像我食遐久诶，搁严啊！这个疫情啊，搁严啊，所以我即刻食上久啦，无拢头六个月啦，我即刻食八个月啊。刚才我一个吃尔啊，个大中医就爱吃遐久啦，拢伫遮困，拢在面吃，啊也无法度要走大伊啊。早暗爱遐行啊，天要光，你咧困的时候，我拢头十一点我就开啊，开西湖是西啊，电风恁去四楼搭啊，拢架头翻一点，落遐电了电就准备要进大天水啊，安尼啊啦下晡时。我拢迄落啦，拢有那头三点，都用袂行啊。下昼是食饱十一点外，啊，就有那无困啊，有诶淡薄等淡薄车咧啊，遮落。无啊，都讲伫遮琉球遮要过冬，讲要伫遐困一暝无错。我咧人若过冬讲知影啦，过，我就拢头迄落啦，十点我就拼出来。下昼是食饱吃吃等，等太湖要更大清水啦。那去门诊，我咧甲医师讲话讲，啊，我那十一点我无得无存哦，就无到啊。因为是甲大川水限定啊，我伊就我拢讲无啊袂啊，先去请着啊，大总理啊，尔伊拢，那了拢无搞出个，好啊，有法当对琉球敬大川水。
服务员啦，这大件事服务。新车哥刘哥也红，就在刚刚，在 YouTube 顶端陪咱上千岁爷的所有朋友。中尾已到，代表说这一颗正式画下句点啦。接下来呢，就各自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啦。这颗琉球鹰王呢，我们拍到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也陆陆续续呢，包含之前几天也都有上到非常精彩的一些剪辑精华。哎，希望呢。接下来几天大家会跟我一样会有点怀念啊，但是我们是有这些剪辑精华可以让大家在开杠的时阵继续聊着我们这一颗新抽正颗的琉球鹰王。好了，我是大宝，大家该上班的上班，该上课的上课，该休困的休困，吃早餐去，拜拜。